每日灵修清净主，活在基督里。主后，2019年11月30日。主耶稣啊，我要用心灵与诚实敬拜你。我要存谦卑顺服的心，渴慕的心与你相交。感谢主赐给我生命气息，感谢主每天扶持我，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赞美你是慈爱的主，信实的主，圣洁公义的主，大而可畏的主。我要敬畏你，听从你，尊你的名为圣。我把我的重担忧虑卸给主，求主断开一切仇敌及环境的压制，求主除掉我里面肉体恼我情欲的压制，赦免我被盗的罪。求主耶稣用今天圣经的话光照我，赐给我基督内住的生命，赐给我永生的生命。我要存爱主的心来跟随主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诗篇第119篇97到104节。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，终日不住的思想。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。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，因我思想你的法度。我比年老的更明白，因我守了你的训词。我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，为要遵守你的话。我没有偏离你的典章，因为你教训了我。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，在我口中比蜜更甜。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，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。主耶稣，我要禁止我脚走一切的邪路，我要遵守你的话，不偏离你的典章，因为你教训了我。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。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救主耶稣在十字架舍命，流出宝血将我罪洗净。若不流血，罪再还不起，荣耀归主你。箴言第29章第15节。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，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。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，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。主耶稣，求你指教我教养孩子，以杖打和责备除掉悖逆，使孩子得着约束己心的智慧。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荣耀归主你，荣耀归主你。救主宝血将我
加福音第十二章十三到二十一节，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：“夫子，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。”耶稣说：“你这个人，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，给你们分家业呢？”于是对众人说：“你们要谨慎自守，免去一切的贪心，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”就用比喻对他们说：“有一个财主，田产丰盛，自己心里思想说：‘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，怎么办呢？’又说：‘我要这么办，要把我的仓房拆了，另盖更大的，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。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：‘灵魂啊，你有许多财物积存，可做多年的费用，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。’神却对他说：‘无知的人啊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？凡为自己积财，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，也是这样。’主耶稣，我所预备的要归谁呢？主啊，我要谨慎自守，免去一切的贪心。我要预备好自己的灵魂，做圣洁的活祭献给主。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永不回头，永不回头。十字架在前头，世界在背后，十字架在前头，世界在背后，十字架在前头，世界在背后，永不回头。